市社区大厦推动全民终身教育已经届满17年，认真办学造福每学期将近3000位的市民，学员伫咧遮找到家己的生命力、甲生活智慧，有良师益友，更有宽阔的世界，终身快乐的学习。嘉义市社区大学推动全民终身教育已经届满17年，认真办学造福每学期将近3000位的市民。106秋季终身学习成果展以用公布台为主题，24号伫500年历史的嘉义工坑留在顶场。成果展运用嘉义工坑天下广场延伸周边的绿荫草坪，另一课程多元化的展现，彰显嘉义市社大丰富办学成果。嘉义市的社大可以说十几年来是所有的老师跟学员非常用心努力不断的学习，这是终身学习的典范。我们很感动，我们今年的成果展就特别安排在嘉义公园。嘉义公园是咱嘉义咱的百年公园，嘛是咱嘉义人生活上重要的所在。运动、约会，大家人来这哦，来这家佚佗是一个上好的公园。那我们就在最美丽的公园展现嘉义社区大学的成果。这些成果呢，包括有人文、艺术，甚至生态种种的记忆、语文。非常精彩，150多门的课，那有好多位老师，很多2500多位的学员，今天把成果展现出来，最美的公园、最美的气候、最美的人文展现出来，这嘛是咱嘉义的精神。我想嘉义社大欢迎大家一起来，因为社大是属于大家一起的，希望大家在这里共同成长、共同学习，能够享受无限的幸福跟快乐。成果展适逢嘉义市政府进行社区大学年度办学评鉴，教育处社教科王德鉴科长以及3位评鉴委员进入活动会场进行实地访视。107年的春季班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不断学习才会当为生活注入活水。学分费优惠到107年1月31号为止，敬请把握学习的良机。最新新闻，蔡美彤嘉义市采访报道。